你怎么会这样蹲？应该可以按脚吧？对，要这样蹲。是一定要这样蹲哦。对，没有要蹲的嘛，还有你要蹲，你的蹲这样开。对，要这样子。女生没关系的，女生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再开一点嘛 ，M 腿嘛。对啊。哇！不要碰了。 OK， 果冻准备接第一球了。果冻，你会做那个鼓手的暗号吗？随便打都会啊。好，第一球。加油！没关系。哎呀，公道这样，你没有接到球，你知不知道你失误在哪里？嗯，就是你没有准确性看到球进的，你只想用手抓。但是王家的手真的小，对呀，直接进。怪你头不好，你要加油。哦，你尿不准的，怪马桶歪的，对不对？你要加油，压力好大哦。不要有压力，放松放松。第二球，他太松了。他太松了，谁说？等一下。我上去跑，上去跑送的嘞，是不是？假装上去跑送。你放加紧一点。加紧一点。你真的会生气耶！对，那种就是看到已经接着球走，你已经进来了又滑掉那种感觉，真的，反正球滑掉了，那种感觉真的很不舒服。